Hello，请问蔡祥乐先生吗？什么事情吗 ？OK， 我现在跟你讲个东西啊，就是哦，刚刚因为你知道昨天那个德宏大哥吗？嗯。他刚刚有打电话给我，他讲最近麦有一个 campaign 啊，就是 for 林俊杰会来马来西亚宣传他的东西。哇，然后问我有没有像林俊杰的那种网红可以合作，然后我第一个就想到你啊。哇。他主要是做就找一个马来西亚。跟有喜欢林俊杰的网红，然后长得也比较像，懂林俊杰的这个网红啦，要跟林俊杰做一个 mashup 这样子。然后我不知道他推荐谁，我推荐你啊，刚才我会推荐你，我觉得你最像，然后你是真的喜欢他。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，你懂吗？因为这个其实是要、是麦要自掏腰包去请他过来，100万马币左右，请他过来这个电台报啊。哇哦。如果你想要合作，你还要给一点钱。多少哦？我们这边总共算出25000。OK 哦，25000可以见林俊杰哇，不错，可以啊。因为我在想你会不会要，是因为还要自己再给钱。OK 啊，不然他们也可以不用出，我这边可以出完。出完，你懂总是多少钱吗？不是100咩？100万。100万。不是100千，100千来请到林俊杰。哦，这样25000可以啊。你要考虑一下嘛。OK 啊，不用考虑啊。因为我觉得25000对你来讲是很大的数目啦。还可以啊，因为要见到自己偶像啊，你知道一辈子有钱也做不到嘛那种。等一下。哎，等我当中带锁我的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没下去。哦，我记错，长乐。怎么？我后面少看一个零。哇，250000啊！因为想那天我们出25000，麦帮我们出975000。哦，麦这样有钱了哦。哇。哦，等下我把你交给客人讲啊。Hello。嗨。哎，请问是长乐吗？你好，我是。你真的是长乐？因为我喜欢你的。Oh. 我要 test 一下你啦，你会唱林俊杰的歌吗？会啊，唱一首来听一下。梦为努力浇水，我会唱一句吧，我忘记了，我最近你还说你喜欢林俊杰，你会唱一句吗？了好啦好啦，给你多一句。爱在背后往前推，好好听哦，果然是长乐。谢谢，这是林俊杰，我有信仰。我终于可以真正体会到麦我有信仰。你的广东话好料啊。你们可以讲回华语吗？这里是嗨长乐要线人。OK， 下次找你来玩啊。OK， 冷静一点，你们两兄弟都有点傻傻的。给钱250000。所以很明显是你哥哥在骗你的钱包其实。对，真的是你们麦还是最好的。啊，当然当然当然。好啊，以后我借钱跟麦借了100万。我要线人笑到你头晕。